那明仔载就免出去嘛呢？是啊，明仔载你就自由了。嗯，阿母，你是当时哪会变到这么冷血啊？这你也知哦。我哪里唔知？我来讲，早起咧，咱怎啊来上好个？迄个蔡昌宪甲许志豪有来，我已经将你卖予伊，头期款嘛已经客了。哈？阿母，我无爱啦。为什么无爱咧？迄许志豪头一粒遐尔大粒，袂输咱好罗秀诶。啊！蔡昌宪人下脚底一身啊咖咧，啊，搁一届两个，我哪会挡会掉啦？哎呀，挡起来是有理啦。但是我问你，阿母，阿母问你啦，啊，是有人要甲你小心哟？对啊。什么人啊？当然是迄个上届有名的制作人陈子鸿啊。哦、你开一万块要来甲人小心呢？啥？一万块？讲什么笑话啊？哈，笑啊一个笑柄啊！哈，一万块。讲到这个陈子鸿啦，出手拢也袂松懈啦，买一万块用一啦，无想妈妈揢两张我工会演唱会门票来替恁做嘛，哈，让我可以去看二姐的最后一面，安尼我勉强会使答应你啦。哈，演唱会门票哦。对。小红红，啊，你是阁有票无啦？啊，无嘛共揢来共小心一下。我个，哎呦，裤底啊要紧找啊。哎呦，真正有哟，还是啥物看无？哎呦，迄是无看到清代票边边着的石石叫，哎呀。但是我跟你讲件代志，马路无票哦，死都免讲。哈，阿母，迄当时你毋是讲，若有一万块，你就会当放自由。是啊。哎呀，即阵，即阵就是查某囝，你头壳无够清楚咯。你也知讲，在这个社会上，电钱也起价，水钱也起价，瓦斯也起价，也阁有啦。你来我阮家上班，车一团甲堆，阁头前迄四个临时的演员，这拢爱收回，你知影无？哈，你当我即摆是足好经营去啊。我跟你讲啊，总讲一句，迄、那个陈子鸿，我们来小心下用一，看是要刷卡、拿现金，还是要签本票。若要十万块，死都免讲。十万块，十万块，十万块啦！从今。这个现实的社会，人若伫咧甲我问起，
那个超级红人榜的名主持人大头啊徐志豪，跟我是什么款的关系？大家拢抓准，伊是阮小弟。事实上，陈梦辰是阮老爸啊。因为阮老爸陈梦辰来红人榜 PK 三遍，输三遍，唱甲不打不亲哩哩啦啦哦。哎呀哎呀，要讲大家来讲，下人客恁甲听看卖啊。人若知影我有一个遐尼啊大汉的后生，头大啊像火鸡。啊，规工搞我伫红人榜内底安尼笑咧咧，笑到二狗妹，笑到连狗啊看到伊还吹狗咧，这是要叫我外面生啊，是要死好咧？我恐惊外面生，亲像是秋天的落叶，飘飘坠落地。啊，所以讲我一个大头啊好诶，你是咧叫魂呀？你就要原谅我一个可怜的阿兄阿伯。过桥。你找是环境来造成无聊的命运，满面的胭脂水粉。打扮当青春，唱舞台撩人歌唱，因人要分笑文武。因为我踮在歌坛，靠艺术赚钱。尤其我都是撒着你的顶八卦，予我全下吃袂消化。是啦，啊，如今的你，啊，那像你有头脑骨弄着，正干那面骨的啦。你哪咧敢讲啦？即摆你是咧聋影咧？你们搞偷菜买伫遮呢？不是，我最近毋知是安怎呢，三体五度，身体拢总无好，袂用个食粮嘛，袂用个食补，毋知要如何是好。啊，若无，你是咧电视上的名医，搞做一下咩嘛？哎呀，带我关来呀！从天啊，我看啊，你是演古装的呢？啊嘛是爱耍一个花枪的。那时间你讲无唔对啦，可惜。代志到这个地步，我爱实情向你透露，我的肚子已经有你的小宝宝了。什么？可惜我跟你讲真代志，代志到这个坎上，我无离开也是袂用钱。我的肚子一天一天的大起，因老爸老母老要叫提亲，我跟咱的囝是要如何是好？要何去何从？要哪会来敢面对着这个社会大众？阿文，你也知影，想当初你也了解，
我是一个要有好仔的人，但是我一切也是高不离三四五六七八种，希望你会当了解啊。这点我连在辨别，也不知道当初是我就是改掉你的勇气，才会杀掉你的自卑气。现出现我原来离开是袂用得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你唔通袂记咱错乱的勇气才好啊！勇气才好啊！公园内花香蜜，花香亲像阮旧时，叮咛孤爱的。花无爱去，阮心内为孤无变，爱到死，阮一生不知幸福也是悲。是金牌啊！哎呀，不是啦，是美丽个妖怪的美女啦，啊，不是唱的美女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妹啊，仙女。哎呦，你有个阿仔哦，啊，全身怪女，啊，搁女袂清气哦。哎呦，阿姐，你较正经的啦，那我是美丽个存咧天顶的仙女的迄个仙女啦。哎呦，你又唔讲个清楚，今仔日咱两个姊妹啊，转来超级红人榜，甲大家拜年。恁大家今仔日看到阮有欢喜无？哎呦，安那有欢喜？咱大家的观众，你看阮两个姊妹啊，今仔装到这尔水，恁带来红包都莫想细包，尤其是下骹主桌迄几个，一包都袂使搞漏搞去哈。哦，对头，到即摆吼，我看到迄个阿德老师笑到上大声哦。哦，但是红包一定是上大包的啦。啊，是有无？无。好啦好啦，阿姊安较正经诶，安今仔是要倒来甲大家拜年呢。听讲你有准备一段 special 诶哦。好，啊无先来哦，我用老手。水哦。甲大家讲过年食啥物物件。好，安尼老师啊，哥哥走起。恭喜恭喜，真恭喜！见少同每甲拢欢喜，啊身体健康搁食饱哩。人讲过年食毋食真趣味，不只食个健康，搁爱食出祝福个好意义。我糖啊，食甜甜大赚钱，啊食甜甜好过年，食甜枣食花枝，予你每天过着好日子。啊食柑仔，啊食黄梨，予你大吉大发来。啊食花果，啊食豆干，予你一路发财个新歌。啊食丸仔，啊食红圆，予你一家唔个团圆。食水饺，食包仔，予你。
个爸爸爸，食顿的菜，食菜头，互你百岁娘的菜头，食几只鸡，食几只鱼，互你起家会当好过年，过年正经实在是澎湃过趣味。啊，不过今仔日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会当甲恁大家做伙欢喜来过年，来过年。过年哟、哦！哎呀！输人唔输阵，我要来一个高三的耐赛，老师请了哇！一男女哪样啊？啊，过新年，家家户户庆团啊，伊啊的。生命来保庇啊！祝咱大家大赚啊钱啊！全场跳起来！站起来，站起来！中心好台湾。
辛苦过，予我看到三宝体。啊叫一声，少年家，阿娘喂，袂着你，你叫我娘，真摇话，做人哪会无脚踏实地？不看你是满目花，大家拢嘛讲。风风你爱做人实在不通你拢说啊啊会啊少年家欢欢喜喜好做伙，大家拢嘛讲我真漂泊，看袂出来是有你嫌我无气魄，大家拢嘛讲我是一蕊花，只有你冬啊，往来苏力豆哥太阳饼，哎，便当便当，超生的便当哦。你啊，抓卫生抓拢爱用七过哦，有哪要滴无？休休芳水的，休芳水。哦，无哪要滴。七过哦。无无，你嘛少买一个，你买一项啊，买一项别项啦。啊无，我买。你买啥？看那七过卫生纸啦。啊来，卫生纸。哎呦，来七过卫生，七过卫生纸是要来买啊？恁来买新的卫生纸。七过较是上顶贵的啦。我跟你讲。来买咯，买金蕉啦，金蕉，我来买看卖啊。香蕉啦，金蕉金蕉哦，是巧的，不是滴的哦。金蕉无白皮袂食的哦，一定啊对哦，是讲搞到怎样白个人哦。哎呦，惨个啊！喂喂喂，你嘛较正经呢。啊我啊无无啊个卖物件卖咩啦？来到这你搁咧卖金蕉？无啊无啊无卖啥？安金啊哦，已经来到三立电视台的超级红人榜啊呢！哎呦，有影吼？哦，刚看到迄贵先坐伫遐，我就啊，对啦对啦！哎，老师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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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影有影，今仔日哦是咱啊八周年啊！哦，咱红人榜八周年的特别节目。是啊。哦。啊，讲到咱超级红人榜哦，实在是无简单。是安怎无简单？开播八年，每一礼拜收视率拢第一名。上厉害是吼金钟奖，我一届有入围呢。啊，这你安个敢讲？啊，这不，这嘛爱这嘛来怪你啦，对不？你哪卖叫做妖怪吼？听讲拢叫妖怪哦。你就是因为妖怪吼，才安尼变来变去啦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无入围不要紧，你敢看咱今日的场面，你就知影，对不？那得个入围，安尼就家己办就好啊嘛，对不？
看你啊，看你迄落地摊要摆偌长，啊，著家己摆，啊，家己来遮领奖。你看拄啊，大家拢安尼哭甲安尼，目屎安尼流哭甲，迄毋是比迄气氛佫较好。对，金什么金钟奖，迄根本有当时啊都毋捌，一个目屎都袂哭咧，哭拢伫台顶，你哭一点也袂哭啊，对。哎呦，残哥啊！喂，你莫阁甲阮亏啊啦！无是亏啦，啊，当然咱节目袂歹啊。虽然讲阮红人榜吼无入围金钟奖。但是红人榜即马会当讲是咱全台湾唯一的台语歌唱节目，唔啦讲吼是要予阮这少年啊有一个舞台表演的机会，对咱台语文化的传承会当讲是不遗余力呢。哦，那你讲这怎样？咱吼这个红人榜吼，你看，逐礼拜，应该是大家吼，哇，拢必看的啦，大家都爱看，尤其是规家伙啊人，你啊看麦，哦，这个少年的，哦，囡仔，哇，迄大家拢讲得足好个，对嘛，拢穿得足好个，对不对啊？对。所以讲吼，咱这红人榜，应该是呢，咱规家伙啊人，大家拢爱看，所以让大家会当安尼，大家都天天开心咯。天天笑到开的波，阮的笑开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。来哟、哦、来哟、哦，你来吃坐，你来吃坐。阿公带孙，阿伯带囝，翁带某，妹带兄，小少你大听。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开心。在五笔山修炼了千年的白蛇、青蛇，化作白素贞，甲小青来到西湖，真久无出门的两姊妹，煞闷闷不乐。青梅，你看这个所在，想袂到人间有这么美的风景啊，真是使人心鲜。哎，青梅，你看那边，搁看这边，你感觉有什么特别的所在无？有啊，阿姊啊，非常的无同。嗯，你甲看这边，有海山大。啊，这边。有咧卖串饼的，看到我实在是吼，巴肚拢枵开啊啦！哎呦，你这个查某囡仔人，规天干那想食，我是咧讲，这边的人拢是相相对对，也那边的人拢是手牵手，唉，只有咱两个姊妹啊，笑啥啦，阿姊，嗯，啊两个姊妹啊，伫山顶修炼千年，啊袂当谈情说爱，啊，规座城咧拢叫要生孤去啊啦，青梅，安怎啦？不可胡言乱语，查某囡仔人，唔好讲这款的话，啊，虽然讲。咱是妖精，不能与人间的人谈情说爱。啊，这件代志，在姐姐的心目中，嘛感觉真郁闷啊。可叹是这个人世间，情为何物啊？给我声吹落。来
清明时节，小雨绵绵，白素贞甲小青两姊妹夹着雨伞，徛在湖边欣赏着夜景。拄则才为连云山地转转来的考生，煞袂记哩来扎雨伞，看到雨势愈落愈大，只好向着两姊妹借伞。雨伞本是一束星，西湖美景在眼前。哎呦，阿姊啊，你也看头前。有一个欧巴走来，嘿，有够缘投的呢。真实的吗？对啊。敢问两位姑娘，唔知敢会当向你借这支伞？公主想要借伞？是。可以啊，我这支伞会用借你。不过我想讲，咱是唔是会当做阵呀？这，先不用啦。啊？先不用，不用，你他妈规身骨淡糊糊呢。马紧，人就讲不用啊，你就较偏啊嘞。公主啊，姑娘，我跟你讲，我那只海机吼是古早人咧用的，超大机啦。啊，是我这机较好用。你这机，你是咧看大啦？拍摄，你较正经的咧，我这是过年的节目呢。拍摄，我是讲哦，我这机雨伞。较好用啦。那安尼，姑娘，你的雨伞伫倒位？哎，来，关来呀！这，这支吼，较细支。这，这回也较好，啊，这较好。小妹，恁呐，小妹，你唔通安尼啦。无啦，较来咧，来直接拍地上啦。姑娘，不用啦，小妹，拍垮，卖啦，卖啦。卖安尼啦，卖啦，来啦，卖啦，卖。Honey， 你要爱雨伞来啊！哎呦喂啊！哎呦，新妹，你终于来啊啦！哎，姑娘，歹势啦，迄个伞吼，你留咧家己用啦，阮这支吼较好用啦。嘿啦，谢谢啦，我先来哈，我见你啦，你终于甲我救我啦！哎呦，找一个比陈梦贤较晓的。卖安尼。原来考生是生在这个山仔型的吼，青梅啊，唉，咱啊千万唔好为着一个外人来破坏咱的心情。今仔日咱都爱尽心来去游山玩水。